下了多少的情，弥补的谎言，偿还的借口，我不会去当真。爱的心路旅程，我曾经答应你牵引，这只能说我太多情，不敢埋怨你无情。我曾经耐心听你表明，我也已经谅解你的苦衷，请不要用偿还做借口，伤了我自尊。爱的心路历程，只能够你我两个人，不可能是我独徘徊，也不可能散人心。你可以去找新的恋情，也可以不留一点音讯，但不要用偿还做借口，再让我伤心。好听，好听，好听，太棒，太棒，太棒！也谢谢齐鲁老师，好，感觉太好了，齐鲁老师。哎呀，这个味道哈，这感觉特别好啊。谢谢，真是，我觉得今天啊，这个、就是、我看看啊，这不一样啊，就是不一样。好，这个好，大家对准这个签买会，让怎么也得今天啊来了就得就必须是啊，必须得到五十一万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来来来，大家，家人们，家人们继续加油努力。签委会老师啊，谢谢谢谢大家，给他加加关注，已经五十一万了，谢谢谢谢，真的吗？哦，已经五十一万了，谢谢谢谢，我们这家人说都关注了，关注了啊，太给面子了，谢谢江涛，谢谢小一哥，谢谢家人们啊，谢谢谢谢。那今天太也对准小一哥加加关注哈，家人们。对，是的，小一哥江涛老师，江涛老师啊，大家给小一哥加加关注。今天他没玩命唱那些大歌，今天为了咱们这个这个直播间的气氛，他唱了唱这个随便唱了几句这个带有味道的歌曲，小一哥进步非常快哈。好，大家关注。另外，江涛老师就不用说了。我们江涛老师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！我们这个都是这个特别好的朋友，对，我们在一起呢，就觉得有那么多的快乐，说不完的话，说不完的话。这个我不跟江涛比眼睛，他眼睛他太大，对，比嗓门。谢谢小天使，对，我爱死你们了，我比他能喊，我没错没错，提升，提升可爱吧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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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节目要掉了，不是江涛真的要掉了，天哪，我得扶一下，很快啊，对，谢谢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会太可爱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完了完了啊！你说啊啊，那个。我要特别感谢一下啊，真的，我的家人们很多都是从齐鲁老师那边，还有尤其是笛声老师啊，我们连了第二次麦，第一次麦的时候我在桂林，那时候啊，对，那次鼻涕拉瞎的啊，是吧？然后是口播，一下子我涨了3万粉丝啊，天，谢谢，感谢人，你说你多厉害，啊、没唱歌就涨了那么多，是你们厉害。不是，是你厉害，真的是你。傅老师和任静老师他们确实厉害，真的。我们都是跟他沾光的，跟两位老师沾光的，真的。我们开播的时候就是这样啊，我确实蹭流量。那个表扬的，咱我那师傅插一句，那个哪天咱组织一个冷面局。我来请客行吗？那不行，你好不容易请一次客，能让你请冷面吗？你不是冷面是那啥的，我跟静姐不好那时候，咱是烤肉，知道我爱吃烤肉那个冷面，谢谢，我也好久没吃那个烤肉啊，我太暖心了，我太暖心了，烤肉啊，谢谢丽丽，谢谢丽丽，那今天咱们就谢谢好这儿就连到这儿，好的，谢谢，太开心了，谢谢笛声任静，收视长虹啊，祝大家收视长虹，收视长虹。庞嫂，收视长虹，谢谢谢谢，四个直播间收视长虹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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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拜拜，好，哎呀，今天，哎呀，真的是喜上加喜啊，
我在直播之前呢，我在车上我就跟菲菲说了，为什么我的右眼皮跳得好厉害，连动着我的眉毛都在跳了，你知道吗？呀，天哪，要不要发生什么事情？原来我想起了一首歌，不，来来来来，不知道什么好预兆，我的眼睛跳呀跳啊，就想到了这首歌，原来给了我很大很大的鼓励。今天呢，就是真的是，很惊喜，很惊喜。谢谢谢谢家人们，从头到尾一直看到现在，也一直关注我，谢谢你们的关注啊。然后有空呢就来回溜达溜达，到我房间坐一坐。你们想听什么歌呢？唱给你们听，只要我学会了，肯定隔天就唱。如果但是呢，我现在哈，就是可能是不知道为什么记忆力减退了，一段歌词都记不住这样。然后不好意思，这个电量又不足了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的那个手机已经电量两个已经不足了，祁隆老师啊，谢谢高丸，我的二妹，谢谢谢谢你的花花，谢谢谢谢高娃。谢谢米菲尔啊，好多朋友一直在点赞，也一直在送小棒棒糖、小星星，还有给我带灯牌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想唱一首歌给大家听，这是我小学大概是三年级还是四年级最火的一首歌，《往事只能回味》，送给你们。
有味道吗？我是按照以前那个小时候的记忆来唱，因为我不用看歌词，因为太熟了这首歌。谢谢谢谢，哎，祁隆老师的家人也在哈，祁隆弟弟不知道在哪里，有哈，有那个味道哈，抖音。